一个月出摊了。三平方是吧？炖汤八元，单品饭十五，双品饭十八。嗯，这边双品十八，那边写了三品十八，挨着这么近，价格不一样合适吗？烧鸭19.8一斤，哎，那好像还很贵。刚刚那个市场里的好像28一斤的烧鸭，特别是大牌子写的，那可能是它的超级特价的，勾引人的价格合适的。哦，这个水果店关门了。这个水果店疫情期间还一直活着嘞，连胜水果店。这个水果店很大一个的，这么大一个当铺，铺面呢，是人家一般一个铺面是两倍大，很大一个水果店。倒闭了？不是，主要是什么呀？现在美团呐、多多呀，买菜非常方便，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就赶着它特价的时候买就好了，就是买水果不用专门去这种线下水果店买，线下水果店除了特价，正价的东西。